第33题，下列何者为交流发电机输出的电流与时间关系图？交流发电机所输出的电流，它的大小会改变，方向也会改变。像这种呈波浪的图，就表示它的大小会发生改变，而方向是在这里是正方向，在这里是负方向，所以它必须要跨到正方向到负方向，负方向到正方向，才代表它的方向有改变。看一看，我们就发现只有图 C 它的大小有改变，方向也改变，符合我们交流电的电流输出的样子。所以第33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为交流发电机输出的电流与时间关系图？我们的答案选的是 C。